您这有那个18块钱五下的折扣吗？那就万分抱歉，咱这个真没有。其实咱家那个土豆啊，它是一个小份的，9元，120克，哎，它大概就5片左右。你可以拿一个过来，拿一个土豆给我切成5片行吗？行，那这个不行，这个我们只能给您上18元标准，我给您送个其他的土豆。这咱家的夫妻土豆周边，你看，送您5个。那够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？反正我知道今天我来的时候有了。这土豆，免费的？哎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哎，不想可以尝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没有牛百叶或者鲜乳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哦，谢谢，没有，我们还可以点别的啊。土豆，这一些土豆啊，都是种了2年半的土豆啊，一半呢是半斤，然后5块呢就是2斤半。好，咱吃完，你已经半了土豆，你已经半土豆。又不是卖这个尸体，想赔不起。食材，哎，是不错的。这个口味呢，我作为一个川剧人呢，我是不太吃得喜欢这个大馍，这个馍啊，这吃个馍馍啊，它居然没有茄子，没有菌菇。